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法会及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坛上所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三一命普相。我们每一位当下的所有的贤士同修，各位双善信大德，我们都是从不同天界集合来到地球，住在不同的国土，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净土。这个净土里面有三，而一就是民生视为一。所以三一命普相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耶，拜托嘞！啊，三就是山河大地，一民生万物啊，命就是我们生存时空，普啊，就直指人心，啊，就是来修行相，成就。所以三一命普相不是所狭隘的，哇，寿命仙啊，哎，寿命仙的足无简单的足搞的呢。他已经将三一命普相、山河大地的智慧啊，这个一民生万物的生存问题，民生的万物。好，供给我们人类的生存、养活生命呢？啊，命，就是我们生存的时空。人生在世几十年，但是大地的生命有多少呢？
过一因缘，阿蒲直指人心，我跟你，你跟他，人与事，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天，人与山河大地都是蒲哎，相就是成就的净土一个国，所以这是叫五大学术哎，拜托哎吼，五大学术哎，不要那么狭隘哎。曾经有一位老先生，那时候已经80岁了啦，来到前我是那时候我比较时间给人家问事情嘛，我一看呢，奇怪，你30岁没死哦，我连30岁没有死哦，哎呦，少年老师，我30岁死不去，死到唔知人诶。我当然死不知人嘛，他就出生的时候啊，都在要做魔鬼，他们在悟空嘛，啊，有一位大陆来的地理师经过他们门口就进去了，多爷爷爷因阿公在家，啊，地理师进来了，表明身份，所以他阿公呢，赶快去喝一个鸡酒，端个茶给这位先生外出的人，啊，来喝茶，请他。那个地理师。啊，吃完了跟他谢谢，啊，跟他讲说你这个孩子30岁那一年一个劫难，若是现在的懂事了以后，他会闲工立德，30岁就会过；若是不知道行善积德，日行一善的话，30岁过不了。啊，他就走了。所以阿公的爷爷这句话等到他懂了，叫他日行一善，走出去看到石头在路中央，叫他把它捡到旁边去，不要给人家脚踢到，或者骑脚踏车摔到了。啊，看到马路中间以前没有车那么发达嘛，都是牛屎啊、牛屎、牛粪啊，啊，叫他呢用手赶快捧着，挤旁边的树或者草，啊，放在那里，树也会长大。啊，看到垃圾，说这个垃圾呢，啊，在路中间风一来一吹了，可能会影响人的眼睛，如果走路骑车呢。就看不到会摔死摔伤，这是日行一善的。所以这一位懂事以来出去了都是这样，那时候小时候读书就很 不方便嘛，都用走路啊，他到了30岁那一年，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医生束手无策，啊，他的阿公哎，啊，就去向城隍爷求城隍爷，悟空那里有城隍爷，去求城隍爷。好啦。他30岁的时候，他在懵懵懂懂，好像黑白无常要带走了，
他就看到一位胡须的来跟他讲，这个人善事还做很多，可以活到80岁以上啊，现在不能带走啊，他只知道那一位神啊告诉那个黑白无常，舌头长得很长的，白白的，就白无常啊，就把他带回来了啊，就醒来，渐渐的好起来，好起来以后还是入行一善。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建设，这一间还没盖啊，那还在这个临时的大殿啊，他来问其他的事情，要盖房子，我说你还没死，我说哦，你少年的师父心肝很坏了，他说我心肝很坏啦，我没啦，我很奇怪，好奇我不知道跟你问，再讲出这个原因，说日前一善的功德很大哎，在那时候已经80岁了，啊，听他们隔壁的人来说，他活到90几岁，啊，中午睡了就走了，没有病痛就走了，所以算命师、地理师。他就是阿罗汉啊，阿弥陀佛的阿罗汉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当下都已经到阿罗汉的境界果位了呢。所以老祖哎，啊，要各位继续行善，所以给大家一个贤士啊，贤士已经进入第三地菩萨了。佛教的三地菩萨来了啦，啊，所以要珍惜啊。也许我会比较一些事给各位去做义工啦，啊，给大家呢啊，你们就一起来修行啊，是有用意和原因的啦，不是我爱拼命钱啦，不是这，不是要占你们便宜啦。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有智慧啦。我们既然这一生有这个缘分，同聚一堂修行，那我们就要珍惜耶。好，所以啊，这一个安亲真经，最起码是安祖灵的法宝。我们的法门是安祖灵的法宝。各位，你们要记住啊，牢牢记住，为各界善信大德、善男子、善女人，勉励他们啊！安信真经是安祖灵的法宝，是国泰民安的法宝，更是安人心的上圣法宝。啊，所以啊，我们风水学的奥秘的智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那么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极乐世界也有山河，大地春秋，四季如春啊，也要风水。凡夫之见，妄语批评，风水外道，不明真理，方有争讼。各位同修，老祖一直告诉我们，不要跟人狡辩，所以才有八句真言。无论任何一个事业，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大家要注意，不要随便与人争讼，争讼没有用啊，才有八句真言，来者不拒。
来则不惧，去则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哦，这八宝心华，鬼谷子八宝心华，太妙太妙。所以我们身为修行的人，在家修行，除了自己的事业要努力做好，家庭顾好，国民义务要尽好以外，平时你们在修道，不要随便跟人争，跟人诉讼，争讼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所以于法无益啊，于法无益啊，以心更加无益。那么坚守正心，故曰弥陀正心。所以各位同修啊，弥陀是一个名相，就是我们的正心，叫做弥陀嘛，也是阿弥陀，你悟了阿弥陀佛，这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所以王禅老祖在十几年前要我们二界的班长圆辉法师到宜兰，和圆智法师都到宜兰，先由圆辉法师先过去，因为在宜兰地区的武术界朋友游戏人间嘛，喜欢弄乱了众生的心，所以常常要打擂台，擂台一打起来，报纸啦、文字啦、文章啦，满天飞。就有如像中国大陆河北省涿鹿三祖之战，本维新圣教为了中华三祖文化追根溯源，万年归心所以在涿鹿带领的台商，由台商企业界盖了三个，一个皇帝殿，一个神龙炎帝庙，一个蚩尤池蚩尤庙。结果大陆有一位学术界的，自称是学术界大佬，常常在文章上骂来骂去，我看得很可怜的人至于自己懂了一点呢，就骂来骂去相互的在大陆
不是用灰弹，用口舌，用文字打来打去。老祖说那一个是精神有问题，你不要理他，你理他你就跟他一样。好了，我们就不管了啦。那石榴池炎帝庙，它的正殿两边，我把它中华民族15610姓氏列祖列宗的牌位全部把它安上去，而中华民族15610姓氏的列祖列宗诸姓氏，还有917位天主帝王，他们的圣号位，还有中华民族后裔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他们的圣号，以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朝鲜半岛以来桓雄天皇195位天主帝王总统，他们的圣号把他安上去。结果呢，是中共的中央宣传，是统战部长和宣传部长，没有智慧接受那一位学世界的人的模考，就指命令全部拆下来。我也笑一笑，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嘛，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度，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嘛。我们不要乱了自己的本心，要坚持条条。你拆了表面，但是因果你要负责。去年拆掉了，今年中央的好像是宣传部长吧，就开被拉下台了，拉得很惨。列祖列宗，中华三祖老祖宗的皇帝，不容许这一种中华民族后裔这么没有智慧啊，所以拉下来了。圆融法师这一次10月15日，过去正常法会超度诵经供养，才知道他们被拉下来了。我说一定的啦，活该。没有智慧嘛，受百姓几个是私人的恩怨情仇，你跟着搅和下去，没有资格当中央的高级官员。中央高级官员是代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尊严呢，结果没有啊，凭着自己的妄念，和妄家的为所欲为，当然老祖宗要把他拉下来嘛。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中华文化道统悠悠岁月7000年。祖德流芳还原，祖孙亿万三大千，云水思源修忘本啊！大家要知恩感恩报恩，追根溯源，万年归心，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肩负了中华民族文化道统的天命，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以当下。祝福各位。
心成佛，天下。